我们摸一下这边凸起来的部分，我们就可以这样子压。然后压个大概3到5分钟。如果你要自己来，你可以拿一下网球，我们只要翻面自己躺着，然后压住。来，抬起来，我们刚才比较突出的部分就这样压着，一样3到5分钟。位置可以自己用手进去调整，然后你可以自己摸它后面凸出来的部分。我们接下来再摸一下背比较凸起来的部分，自己摸到凸起来的部分，然后再压。因为会滑，所以我们的手要这样子去固定，它就不会滑。如果你要自己来，一样躺着的时候压在凸起来的部分。好，来，好，自己调整位置。我们这个就按2到3分钟，然后再稍微调整一下位置。然后它就会像毛毛虫一样自己去动，然后类似有波的效果。